係，冇錯。我依家喺生果園，馬來西亞咁大個仔，好少會去正式俾錢入生果園。不過佢呢個應該好值得嚟，因為係政府嘅一個旅遊嘅景點之一嚟嘅，政府有資助嘅，所以基本上會會整到好靚，跟住米卡七溝入嚟咯，有陣間有榴蓮食啊，食榴蓮啦，係咯。